其实我们看这个在宇宙里面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两个很大的这个发出光的星球，一个就是太阳，就是日，一个就是月亮，就是月轮、日轮、月轮。这个日月轮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表示在我们人的身上，宇宙啊是个大的天体，人本身是一个小的天体，整个宇宙都在动，它并没有安静的时候，无时无刻都在动。我们人的这个小天体一样是无时无刻都在动的，白天动得很厉害，晚上睡觉了一样在动，都是动的。我们动的就称为阳，不动的称为阴。这个日月轮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同样有日有夜，佛讲的，你专心一致，无事不办。你能够专心一致，无事不办，这是佛陀讲。佛陀又讲了一句，极灭为乐。大家不明白什么叫极灭为乐啊？极就是完全静止，灭就是消亡了，全部完了。这样子为什么为乐呢？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句话？极灭为乐。为什么极灭是乐？极就是停止了，灭就是全部消亡了，这样有什么乐可言呢？其实佛陀讲的是有道理，有两种极灭，一个是佛的人，佛生生的人，他也能够到达极灭，但是不是死亡。还另外还有一种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他就极灭。极灭有两种意义，你修行人能够修到极灭，真正产生出来了，它的光，佛性就从极灭里面显现出来。这个时候你得到的乐，当然就是极乐。人能够，佛生生的人能够极灭，就叫做日月合璧，闲机停轮。我们为什么要禅定？为什么要静坐？就是让你极灭为乐啊！你禅定的时候啊，就是必须要把你的念头都没有念头了，眼耳鼻舌身意意根阿赖耶全部关门，一切灰灭。此时此刻，阴极阳生，你终于明白什么是佛性，你看见了佛性。
这个就是十轮金刚法的日月合轮，日月轮法。